时候我们要停，慢，开机比较慢，很稳啊。闪，我的也有。好的。你的脚还好吗？会不会很痛啊？啊？它滑下来了。从右边一点滑下来还好，可以吗？你脚还好吗？现在踩在那只脚还是很痛吗？不会痛了吗？所以很累啊，你累了？好好晕，是昨天的晕吗？跟昨天一样的晕。还是有点受凉了，你为什么帽子没有戴起来？妈妈说不用。啊，你会冷吗？不会。真的不会啊？好好晕，要休息一下吗？我要去做。不要勉强啊，等等爸爸跟板板啊。嗯。我上次就下不来啦。不会啦。右边很缓。这边很缓啊。这边很缓。这边就上去啦。都拖鞋用走的吧？累死了，累死了。莫，你不要挡路好不好？你要去哪里？挡路啊！这挡路啊！好，跟你坐。好，这可以坐四个人吧？嗯，过来一点。屁股呢？还好吗？屁股还可以啊。通通。你说昨天那样哦？没有，后来早上就好了，没肿。小猴子。就肿起来啊！我看到爸爸在妈妈旁边，斑斑在下面一点，我看到斑斑。
卡在下面，坐错缆车很惨，对不对？要多爬很多路。因为我刚原本就想滑路肩章，结果刚好又来这里，对，比较近。在运气。机票怎么了？机票不能，我们不是都可以网路 check in 吗？那我们机票可能是换的，所以他不让我们网路 check in。你可以开手机哦，还是妈妈刚在讲？你可以看啊、可以啊，你又可以打开了、没有啊，没有打开，就页面其实白白的，再来再擦，因为我觉得你那很干啊。爸他们不过来是在等斑斑哦，在哦，好累哦。那我们去基地那边拖板子站，不然我这样好酸。我想要拖板子站，他们好像还要很久的感觉。拖板子站比较轻松吧。我现在就几乎是拖板子站了、这可以直接买，让你就一单程票啊，来回票啊。你公共车用的。我不知道哎、这可以坐下来吗？也可以吧。这坐下来的出口在哪里？这里。不是啊，这也是进去的口。Is this lift can be up and down? Yes. Okay. Okay. Because my sister afraid that she can. Okay. Okay. Thank you. 哎，可以耶，坐下来就好啦。我也想要坐地上了，我累了，站着等人很累，坐地上好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坐到我的杆子了，会不会又要弯了吧？弯了哈，已经弯了吗？刚刚坐弯的吗？真的吗？哪有弯的，是这只好不好？这只是直的。没有，我弯的。我这只也刚刚被我坐弯了吗？也被你跟你比，我有弯吗？乌鸦活下来？不用啊，你可以决定，因为反正可以坐上下的话，就不用担心啊。你脚在痛吗？他有。没有，右脚还是左脚？左脚，他昨天摔到了左脚。叫他们快一点。是你弟弟啊？Welcome to the new world. Happy birthday, Sunday.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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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我颜色好看、我看外表的，绿绿的比较丑，我的这个蓝蓝的漂亮。这个很帅。哪里帅啊？这个颜色很帅啊。绿绿的你会选哪一款？便宜，便宜、啊，便宜又好赚了、哎，姐嘞，都来了。跟他说个好消息，可以坐下来。晚点讲。
好，你讲，就让妈妈安心啦、啊。半截刚根本不肯上车了。那、啊、大家都上来吃，他不用去吃了、啊。他就吃下面就好了、啊，他一定会这样子。找右边。妈妈要跟你讲个好消息。这个可以坐下来。这个也可以坐下来。全程都可以吗？两段都可以。真的、哦？对，我刚问他的。坐下来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棒棒不就好了吗？棒棒棒出来就好了、啊。我有惧高 啊。你哪有？你要滑下来吗？滑下来啊！你不要的话，我都不给你面子。我不能坐下来。可以啦。从旁边那个线以外走出去啊，他就让你从线以外走出去，所以他可以让你坐下来。好啊，那你就坐下来，真的不用勉强。我想要坐坐看，坐下来看看，上面有一段，你可以坐上面那一段。不要啦，下一个啦，下一个。干嘛急呀、啊？又不赶时间。接下来就都是雨。Welcome to the new world。他们的风景没那么好。好，我们上午太阳很大，风景比较好啊。现在云都来了。我们的照片就没那么好。大好天呢。浅浅的小馒头，会不会这种比较简单了？大馒头，那个是这个不是大的，这个更大，这个好生，就是生馒头。各式馒头任君挑选。好出去。我觉得也许下得了一两。我觉得我要老师教。啊！我觉得我要老师教，我不要自己练，我怕我练坏。我觉得我也没办法练啊。我要老师教，下次来请老师，这样给 Sherry 教、啊，我要去找他。我们差太多啊！我们要大转中转都很熟练，速度很快，以后才可以来练这个。胯下扬，姐姐手背摸一克服。广告歌太洗脑了，这广告歌要唱几十年了，还在唱。不要唱，唱黑水饺，不要唱，不要打广告。你有被录音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看看哈，好看那个。哒哒哒哒，奇迹的那呀你，可以的话，可以的话，总是的，起码不会下来。这边比较陡一点，这段比较陡，又有点乱。他们说他不喜欢，哈？他说他不喜欢，他以后搭 snowboard 了。
品牌啊。那是一个人。哦，我的杖是你送我的吗？是啊。对呀、啊，我的杖是自己看，我的杖跟我的碗是同牌子的，很漂亮吧，桃红色哎。好。干嘛了？怎么玩了？广告歌吗？你现在被洗脑了，脑袋里只有这一首歌。还有那个，哪个？小妹，后面。哦，张吉雅，小妹妹。太烟了，云雾啊。嗯。还是风。风吹啊，又有太阳啦、啊，风景又很好了、啊。继续冲啊！啊等，冲到那个缆车去，那边，那边那个屋子里，屋子里。好，好走 ，Go。为什么要去那里？因为要上去。坐左边的啊，漂亮！怎样？上小班坐左边啊？都可以。等一下坐上缆车，坐最左边的那个是拍照位，他可以拍照。大约肚子到第六根以后，就会很大的山。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。而且还
的动物。干嘛录这种影片啊？还有什么广告歌？你另外想一首广告歌。不要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噔噔，我知道一首很长的咖啡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自在天气里就蛮期待。那这样黑松有什么？噔噔噔噔，唱过来。你知道我在唱哪一首歌吧？不知道。那个啊，苏永康。对，很可怕。他们，你有看到很多人在爬山吗？他们在走路。高手。他们用走路的，因为已经没有缆车了，他们用走路的爬下来，滑下来。滑得好高。人应该不多哈，应该不多吧？这边，你看板子的数量。对，我就是在看板子的数量，所以我说人应该大概有点满。那我们要不要选爬山虎位？你说坐起来比较舒适吗？比较不舒适。是比较舒适，比较舒适，因为可以动乱丢东西。对，可以乱丢，又可以拖鞋。就你乱丢东西为那个，哎，好不深哦。对啊，所以我刚刚就爬下去了。不深的，不是很深的。对啊，还不深的，我要猜它深。我喜欢用叉子。好。鞋子踢一踢，还没上来。八方池山庄，一八五六，还可以啊，桥外面你 OK 吧？还没上来。他们刚很慢哦。前身上三雪那组舒服啊。
6名です。はい、6名様。はい、のえ、お食事ですか。はい、食事。あ、どうぞ、あの、はい。あ、ザルそば。ザルそば、はい。カレーうどん。カレー。いやー。カツカレー。我先付钱、等我再跟妈妈请款。ワンとワン。はい、オッケー。三人またここで、はい、そうです。お席がザルソバカレーと、お席まああちらでも、はい、オッケー。ん、はい、1万円、オッケーです。オッケーです。那里你就拖在那个门口。1600，我要他就跟我说六个人在那边，我说好，好，很好，好舒服啊。脱鞋子，然后又给脚太痛吗？是脚太痛的关系？不是，先把想办法 把那个弄到最松，弄到最松最松，一定要把它掰开，整个都掰开。对，这个对，掰开，然后脚对，这样脱起来脱，我去做。不然我们应该就是这。穿拖鞋吗？啊？可以啊，穿。你要走过来就穿，然后爬到你上面就好。去楼。都给他穿。拖鞋鞋在这。我们坐榻榻米，我也可以拖鞋子穿拖鞋。穿拖鞋不能穿拖鞋进去啊？不能呐、啊。你没有走出来就不用穿。我的都好了啊！那你脱吗？把拖鞋在这里脱掉啊！那你后面也可以坐着脱。我要拿准备好拖鞋就可以。妈妈过来帮你。帮你什么？要妈妈帮你下手。等一下啦，你现在这时候被骂。好上来，好上来，哦，好嘞，好嘞。